首先想感谢每一个为我投票然后支持我的人，是你们一票一票把我投上来，然后我走的这条路。谢谢过去的四个月，过去的这段时间你们的陪伴。也谢谢，一定要谢谢我们的老师，谢谢四位老师，辛苦了。还有张 BD， 特别感谢张 BD， 他很关心我们，真的很温暖，谢谢 BD。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爱你们。谢谢，谢谢四个月前的我做了这个决定来到这里。今天我觉得今天不是结束，今天是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的结束，但是是我们100个人所有人的开始。加油兄弟们，我爱你们，辛苦了。最后谢谢 iKuns， 坤奶奶 iKuns， 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，谢谢，恭喜坤坤。